2019年2月4日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命名了嫦娥四号着陆点及附近5个地理实体名称。嫦娥四号着陆点命名为天河基地，着陆点周围呈三角形排列的3个圆形坑分别命名为侄女、河谷和天津。着陆点所在冯卡门坑内的中央峰命名为泰山，其中泰山是我国首次获得的山类月球地理实体名称的自主命名，这是自1985年后33年的时间里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再一次批准命名山这一类月球地理实体名称。